萧炎，你相信我，你若不去找青萤石，南蛮妖王早晚有一天也会找到你，会找到香曲山，找到那个姑娘，还有她的离国子民们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觉得锁灵钉还有什么用吗？冠人上仙当年法力无边，不也是收不了他吗？此事，你不宜再拖了。 斩杀妖王是师父的遗志，我自然会即刻启程。不过，这些黎民我也会守着，你不准动他们。我保证。我下山去清修。这香曲山。 九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师父要染，九云便染。您这要吃红鲤鱼、黄鲤鱼、花鲤鱼还是绿鲤鱼啊？想吃驴。驴？在香曲山，男耕女织，平平淡淡。和谁呀？你啊。这天上。 没事吧？没事啊。还说自己是什么大罗神仙呢？自己有心事不也藏不住吗？怎么，不能跟我说啊？我对你有什么好藏的？ 可我总觉得你怪怪的。我知道了，不会是因为我在天上亲了你，然后你有点难以自持，然后小鹿乱撞，然后整颗心都在砰砰砰的跳吧？小鹿乱撞，他是老鹿乱撞吧？<笑>好了，水儿，你呢？回去早点休息。梅山这个家伙呀，还要让我和这儿求。好啊，你去吧。乖乖等我。嗯。
Thank you.